啊，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啊，陪我工作了一天，辛苦啦。不辛苦，一会儿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啊。你去把东西放车里，坐车里等我一下。行。马上回来。妈，悠悠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孩子呀，你忙得过年不回家，妈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妈，我，你看，妈给你带的咱家的土特产，还有你爱吃的包子，快尝尝。妈，你别来了，这城里什么买不到呀？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妈，你快回去吧，这让我男朋友看见多丢人呀！哎呀，大冷天了你。你拿呢，拿上。哎呦，这拿上。哎，这是。我是悠悠的亲戚。悠悠，这是你妈给你包的包子，快，快拿上，快。这悠悠妈包的哈。我好久没有做过家里吃的包做的包子了，我尝尝啊。哎，小伙子，现在凉，你回去热一下会更好吃。这包子跟我妈是一个味儿。哎，悠悠悠，你不是，我车里把那个把我包拿一下。阿姨啊，这个是悠悠给他妈妈攒的钱，其实一直是想往家里寄的，但是没有时间。那个，你帮我转交给他，好不好？这我可做不了主。那你拿着，这应该的。哎，不行不行。拿着吧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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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，干嘛？什么干嘛呢？啊，他到底是你亲戚还是你妈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让他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在这冷天里面站这么久，你觉得作为咱子女的合适吗？啊，我家是农村的，我怕你知道了嫌弃我，而且我妈穿的又比较土。什么叫比较土啊？农村的怎么了？啊，农村的没有生你养你吗？农村的你就不配她叫她一声妈吗？不是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虚荣啊？我不是虚荣，我是。我既然选择了你，我就要接受你的全部，知道吗？包括咱妈。可是什么？百善孝为先，没听过啊？咱们现在这么努力挣钱是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让自己的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阿姨，这卡你拿着，比如你明天带着咱妈去买几身好看的衣服，听到了吗？啊？那还愣着干嘛？接咱妈回家呀。走。